那么接下来为咱安排这首歌曲呢，是咱现场来宾张先生阿哥啦，日本的粉丝秀吉赏所点唱的歌曲。这首歌非常的好听，也很少有人较少人机会听到这首歌哈。Minami no Hana Yume san，这是来宾所点唱的歌曲，我们欢迎伊桑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歌曲。那么谢谢粉丝秀吉赏所点唱。Minami no Hana Yume san。诶，台语歌叫啥物啊？别客气。有吼，好，当作南方的新娘好了。好，我们带来这一首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谢谢，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。